明天就是情人节，单身的你不要难过，听多了明年就会脱单，年底就会脱单，月中就会脱单，这种安慰话了吗？今天特别来推荐几部情人节超负能量电影，让你看完觉得其实你不是最孤单的一个。虚拟偶像。因为寻求最完美的偶像，一名制作人设计了一个不存在的偶像，却不由自主爱上他，这种爱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电脑程式，孤单指数一颗星。云端情人。孤单没有什么社交圈的男主角，因为寂寞与声控系统聊天谈心，结果却日渐依赖只是声控电脑的沙曼莎，跟虚拟偶像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过剧情上男主角更贴近观众。我们都跟男主角一样忙碌工作，却没有谈心的对象，孤单指数三颗星。楚门的世界。楚门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，还没出生就被设定为真人秀的明星，他的食衣住行到他的感情家人朋友通通都是虚假的，这种明明人群当中却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的寂寞，孤单指数四颗星。绝地救援。由麦克·戴蒙主演的《绝地任务》，一个科学家因为器材意外而自己一个人遗留在火星上，扩大的星球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不但为了要与生存搏斗，还要忍受可能会与世界失去联系的恐惧，孤单指数五颗星。额外加场，浩劫重生。男主角因为船难只剩一个人滞留在孤岛上，虽然比起绝地救援的麦克戴蒙拥有自然资源，不太需要顾虑生存下去的危机，但是这种曾经拥有过幸福却失去，抱持着也许会与世界失去联系，只能孤身一人存在的痛苦，孤单指数十颗星。看完以上的片单，跟小编一样的单身狗是不是在情人节感觉到满满的孤寂？你不用担心哦，因为不止情人节你一个人，接下来的七夕、圣诞节、跨年，你还是一个人哦。